我是零七号，是个机器人。这段时间呢，我也是不知道做些什么视频，感觉特别的迷茫，更重要的是找不到任何的方向。比如前段时间我发视频定了个目标，说想把直播间的人气给做起来，结果直播了几个星期，发现呢也是非常的难。最后播着播着呢，把自己的心态都快播爆炸了。所以接下来我打算走上分这条路试一试。我最高的段位呢是王牌八颗星，这个赛季呢看能不能先把自己的王牌八颗星给突破了，突破之后呢再去冲击这个无敌战神。当然了，我也知道这条路很难，因为在高端局里不仅有职业选手，还有职业主播、职业陪玩以及数不清的科技玩家。但是现在既然选择了这条路，我就得去努力一下。这一次呢只是单纯的想突破一下自己，让自己有一个目标，有一个方向。其实更重要的是我需要三个靠谱的队友。如果视频前的你热爱这款游戏，有稳定的上分时间，对自己的技术各方面也非常的有信心，愿意和零七号一起努力同甘共苦的，你可以在私信里评论区给我发消息，我看到了以后呢就会回复你。其他的没啥说的了，希望这一次我可以坚定的走下去，开工没有回头见。我是零七号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，拜拜。